待下去了。你这个节目是怎么这么恐怖的？嗨，你好，郭菲利，好久不见了，哇，弄到好像很悬这样。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是 ASMR？ 我听起来好像股票的一个 stock 这样。是什么？是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. It means it helps to stimulate your senses by whispering. 我老实告诉你啊，你所说的一切我听不。你只要 whisper。哦，就是讲小声哦。哦，对的。好的，你放马过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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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我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因为以前的你，好玩的时候你很亲切。讲错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巴掌可以过来的。我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没有了。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话，你很真，很真。对。然后真到就是说，如果你跟有一些话题啊，你觉得不入耳的话，你就会说 ，Do you believe I give a time slip？ 讲而已，讲而已，他没有真的打。Why？哇 ，You make me so violent。过后再接近的认识你，我觉得你并不是那样，你开玩笑而已。要不要 try 一下？你看 ，ASMR 呢，就是要制造各种各样的声音。你不要一直让我笑哎、欸。我没有啊。现在呢，我们。还是换人吧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来设计蛋糕，还有一个 sticker 你没有拿出来，慢慢来，拿稳，拿稳，好香啊！哇，这么厉害，我刚放了个屁。出来了。
吗？通常坏人不会写个坏字在脸上的。是的，我也反派的稍微多一点点。哎，因为我好人也可以演，坏人也可以演。哪一个角色你觉得是最出位的？我没有所谓出位，我演的很有满足感，满足感。OK。Self satisfaction。Like which one？ 戏名叫《和平的代价》，就是林柏森那个角色，我演的非常非常的有满足感，所以出演了那部戏，他是好人哦。对不对？你懂你认识谁林柏森吗？有听说过，认识他？没有多历史的。有了啦，在学校的时候读啦。说要哭，他哭到导演，导演。